你说给人准备个生日惊喜，给咱们整的惊喜，你咋吹起来的呀？你就使劲吹。我感觉咱们要是把这些都给他吹起来，是不是能干到下午五点？其实挺快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吹了。你这个嘴肯定不好吹，你换张嘴吧。这才来没多少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吓我一激灵。嗯。哎呀呀！哎呀啊！不是，我是，我是，来。是啊。来我打，来我打，来我，我不要，我可怕气球了，可少得整点气球了。我跟你说，有一回我过生日，就是同事们就非常贴心，拿了老多气球，十二点的时候咣咣敲我门，完了不一会儿，完晚上这气球就放这儿了，半夜就开始一个一个爆炸，为啥呀？不知道，可能一会儿炸一个，一会儿炸一个，给我崩的，一会儿一醒，那一宿啥也没干，就做梦就害怕这个气球。你给雪琴准备礼物了？准备了。哦，那还行。聪哥给雪琴准备礼物了吗？准备了。那行，那咱们就都准备了。那咱们一会儿把这个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就没有人尴尬了。空手在门口超市也得买点啥去。嗯。哎呀，隆重吗？挺隆重，跟拆盲盒似的，是吧？有点像618活动。对，先是往下掉，这好像两段啊，差不多。哎，这块刚刚好，这个绝对就是给这条道准备的，哎，我看人形立牌都是谁呀？好朋友，这个整坏了，我这回完了。这是谁呀？龙哥，梁龙老师。哎呀，大林，这是谁？九良，这是阿信吗？那是白宇，白宇啊。白宇放里边，他比较喜欢最近。嗯，放这儿，拍一张，略显第一视角。对，晚上做噩梦。太逗了，真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也站这儿。聪哥，找个位置，找个位置，找位置行。好了，来吧。聪哥，找位置，我看看啊。哎，你可真了，但我脸比他们几个黑。那你站的没后，我看不出来，是吧？看不出来啊。不是，你很像真的，是吗？就是拍一张，真看不太出来。你看，其实细看的，细看这么看不出来。看是能看出来，就是让他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就行。